到政务局他应该就在5:20。是不是下两个人？这里有电路板，有英文的这个标识。这个东西黑匣子能不能容易这个粉碎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这里面有电路板，外面有硬壳，但是这个颜色好像是比那个橘黄色颜色重了一点点。啊，你看看他们的人员能不能判断一下。信号对吧？昨天我们找到的不是吗？这个信号。我派人，我派人在这里站了好久，这个信号暂时传不出去。我本来想让他们确认一下，待会儿，啊，是我们，就是这个，还有通常的正常我们都控制不了了。啊，这个东西肯定能确认，就是现在我们是看看通过什么打电话，还有机务的，跟要不然跟李勇，你先等会儿吧，先先。现在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没有。哎，昨天就已经报告了，报告说。你不能光看到他以后，咱们得搞清楚呀。对，看一下那个标的，就是我们那个发了个那个。就是第二个上面，西边在下面，西边在那下面货仓那个，叫货仓那个。我们昨天看这么久，陈主任，陈主任，那个号不是，不是那个进入进入证件号，进入证件号，因为正常的话，他不是确认一下，他不是可分组。